Hello， 大家好，我是志仙爸爸。今天的志仙就要准备吃点酱大骨，再爆炒个牛杂。我们先给大棒骨焯一下水啊。我们今天买了三根大棒骨，中间切了一刀。哎呀妈，这够大的。加点料酒就可以了。这边弄个汤锅，桂皮、香叶、八角、黑胡椒、昆布哈，全放进去，把这些料给炒香。大葱、生姜。来点冰糖、料酒、酱油、酱大骨，酱油的用量比较多啊。老抽、冰糖也差不多化了啊。这时候我们给它加水，加水，盖上盖子，给它一直煮啊。盖上盖子啊，这样给它煮一个小时，这肉给煮烂了。咱们这边酱大骨已经好了啊，在那儿焖着呢，把这个牛杂骨给炒了啊。蒜、大葱、辣椒、洋葱、酱油，下我们的牛杂，来点辣椒粉、孜然粉啊。水不要太多，只要这菜不要太干就行啊。糖呢，我们用零卡糖，来点盐，加酱油，来点水淀粉。哦，맛있겠다呀！爆炒牛杂。哎呦！最后撒点白芝麻，这就上菜了啊。华丝地锅完成。哎呦，这么快呢？这么快，快来吧。还得洗手呢。从这个就现在马上。妈，等会儿吃完饭之后，我肚子去那个溜一下啊。잘익었어요？嗯。뭐야？잘익었어요？아니좀잘익었어요。快来吧，我给你弄一个骨头。要。骨长得跟个么子大个的。这是不是糊了呀？这个地瓜。没有啊，颜色不正的不是地瓜。哎呀呀！啥？之前的汤。接你。尝一个。放，给你放这边啊。嗯。挺甜的。嗯，잘익었다。진아，진아，이거진짜잘익었어。爸爸，我要那边的汤泡饭。哎呀，会吃！大声一点，给你来一勺汤。这个我们真拿什么个包裹？这里，我确定我要吃。确定啊？嗯。行，那我给你。那肉不要啊？肉。不给他拿走？嗯。要什么？会吃啊。给你夹点肉，你尝尝。得。肉可软了。你别夹，我装完了没？你得进完去。拿一个，差不多，好知道了。这么拿一个，哎呦我的妈，这么大，这还能挤不住你搞？你别给我夹一点，你给我拿一个。爸爸，这汤有点少，是不是？不少，一个半饭汤的汤。汤妈妈，汤妈妈，再干吧。你忙吧，再干吧。你不知道，要是一点黑冰糖那个嘛，努力些了，努力没得用那个。几个秒？上手快了，啊，怎么没打？没空呢。嗯，放那个呀。嗯，要不要？放呗。吸管就盖啊。嗯。咋弄啊？你拿你那个碗去吧。我的碗，啊，不要那个，不要，别脏啊，不要。为什么呀？不想要。我自己放了零散糖了。
蛮少。那个是增肥的吗？嗯，瘦肉不增肥，只是想吃肉了吧？肥肉增肥。我不是不能想吃了，真的不能吃。不吃。嗯，来点橄榄酱。刮酱。刮酱。嗯。그래물좀추면좋겠다지뒤에는제큰거짜리가보여아이거좀끝장말라긴나갔어물좀추면좋겠다물에당과잡았어응당구면잡았어爸爸头发爆的也是不难的。爸爸屁股上有蚊子。嗯，屁股。那蚊子不知道。够了吗？跟着挡呀。蚊子跟。蚊子啥都不能给。找个嫩的肉，好扎的，可得天天粘不能。你要等什么？皮子硬下去，直接扎了没办法，不咬了我。这个太烫了，我不想吃了，我饱了。嗯，有没有吧？有啊，我挂酱的。你可不敢摸啊？糊了。还没熟。嗯。这好多啊。反正搞定了，马上买的，马上买的呀。一个呢，吃上一斤。嗯。我不知道该吃什么了。妈妈，怎么吐到那了吧？干掉一块儿。这么弄的，不给，包给装吃去。挺好看的。把这么凉了。엄마가밥먹을때는맛이오래서좋겠지응그래서먹기로정말다응내무릎아픈게이게잘못됐단말이야응부러지는다이거吃掉吃啥补啥응아니구도하나는맛드세요응회남에넣어드세요응내가좀먹자응내가넣어좋은거喜欢我的视频，点击关注，三楼一。哎呀，我那个脸太大了。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哎呀，本来瓜子脸，你可整出了馒头脸。馒头脸。哎呀，这个骨头棒子挺好吃的。嗯。这骨头棒太好了。